作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汽车制造业一直走在自动化、数字化的最前沿。今天，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及保有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汽车制造力量也日益在全球产业舞台上展示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精妙艺术。大家好，我是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的许洪波。神龙汽车1992年成立，是中国最早的合资汽车企业之一。居微思变、立志卓远是神龙汽车的企业精神。从成立之初，它就指导着我们不断进行技术升级，赢得产业先机。在20多年的技术升级长跑中，神龙汽车和施耐德电器的合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对新挑战、新趋势，施耐德电器不断赋能神龙汽车升级，在产品、解决方案乃至技术标准的更新换代上，都持之以恒地提供着支持。近年来，数字化的产业浪潮奔涌而至，面对智能制造、绿色环保的最新挑战，施耐德电器为神龙汽车提供了基于 EcoStruxure 的领先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全面覆盖了自动化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制造执行系统、母线以及配电系统、传感器、变频器等控制设备的互联互通，将焊装、总装等车间的设备全部进行关联。新一代 EPAC M580 PLC 使工厂和关键设备在安全可靠运行和成本优化方面更胜一筹，而贯穿控制与分析层的 MES 系统则帮助神龙汽车实现了中高级排产、车身跟踪、质量管理、库区调度等先进功能。而通过遍布各个生产基地的能源管理系统，神龙汽车能够实时监测能源使用情况，并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持续改善、绿色、高效、环保的生产。在施耐德电器多年来的无缝协作下，神龙汽车首次原创开发并拥有一套 PSA 自动化标准，这一标准适用于全工业以太网的趋势，通过集成创新智能化的技术工艺，提升了管理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领先的技术带来生产能效的飞跃，比如在神龙三厂，施耐德电器作为涂装输送的电器总包，相比以往著名的国际涂装公司，缩短了系统几个月的交货时间，为用户快速达到满产做出贡献。在神龙汽车最新投产的成都工厂，施耐德电器的解决方案帮助成都工厂实现了100%自动化焊接，操作工人数减少了70%，同时实现了线边零件零库存，成为了一家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环保工厂。过去的20余年，施耐德电器为神龙汽车提供的先进产品以及众多高品质的交钥匙工程，见证并参与了神龙汽车与时俱进的创新。未来依然充满挑战，施耐德电器与神龙汽车共行，谱写出角逐全球汽车工业顶峰的崭新篇章。